回来了，这段时间太忙了，都没怎么回家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段时间怎么会这么忙啊？公司有什么事情吗？还行吧，差不多都忙完了。那你的凌霄计划呢？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进展还算顺利。没了。怎么了？到现在你还要瞒着我？顾心儿来找我了，要不是因为他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么僵。这是商场上常有的竞争，事情不是你想那么简单。可是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不想让你担心吗？我可以为你担心啊，我愿意为你担心啊。如果每一次你的无助、你的困难，我都要从第二个人的嘴里知道，那我是你的什么？因为这一次站在对面的是顾安生。我就知道你在意的是这个。我怎么能不在意啊？对于你现在质问我，对于你开始袒护他，我怎么能不在意？顾安生这是自作自受，是他来先惹我的。林月，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凭我跟他认识相处这么多年。是，你们相处这么多年，是我比不了。所以你觉得我问你这些是为了维护他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不就是听信了别人的话在心疼他吗？如果我们两个相处了这么久，到现在我们中间还隔着一个别人，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没什么好聊的。你要这么想，我无话可说。